各位同修，各位大德，今日咧嚟同大家讲个开始啦。今日想讲嘅题目咧，就系从死亡中解脱啦。咁呢个题目咧，对我哋每一个学佛嘅人咧，包括唔学佛嘅人咧，都算系好重要嘅一个课题啊。所以人生咧，我哋每一个人嘅生命啊，从一出世就要面对死亡啊。在一生当中啊，我哋要如何咧嚟解脱呢？所以每一个人嘅生命啊，嚟咗嘅世间咧，就系想面对嘅就系一件事，就系我哋嘅生命啊，面对死亡。咁样在于今一生当中，有咩办法可以解脱呢？正所谓讲，不知死亡者啊，不能了知无生。所以不能了知无生者咧，不能啊圆观无灭啊，不能圆观无灭的人咧，就不能啊完全嘅无死啦。所以不能完全成就嘅成佛嘅菩提，就系讲我哋今一生学佛，如果冇办法了解人生本嚟嘅生命系冇死嘅呢个概念啊，如果真系明白咗嘅人咧，佢就可以成就啦。所以讲成佛咧，就叫觉醒嘅意思啊。我哋在今一生有冇办法觉醒咧？对于呢个死亡呢个话题，所以好多人就系我面对人生，就算我哋嘅亲人，乃至包括慈机，我临终嘅时候，今生嘅寿命啊结束嘅时候，我哋爱。应该怎样来处理器，可不可以提早准备好啊？正话我所讲的死亡啊，以一条路呢到底是怎样走，这个是我们生命啊最终，也是我们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又是终点啊，又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从生到死，从死到生呢，我们的生命啊是无尽的，在循环着，围绕自在这两个看起身来就好像极端啊相对的，而事实上呢其实是完全统一的事情啊。正所谓说，生是生之生，也是死之死，死是生之死，也是呢死之生。所以在不同的立场啊，可以将一件事情呢就看成两端啊，就两个方面。其实生就是死。正所谓说，你这里见到它是死，其那个刹那呢就那里生了。所以说生和死呢是其有不同的立场来看。就好像我们在生的人看了一个人刚刚死的人立场，以为他就死了。如果在一个死的立场来看，他这里肉体结束了，但那里他就生了。但他生向哪一道呢，就另一回事了。所以我们在世间天人魔鬼地狱畜生，就是说他有这么多地方，他会生向哪一道，明白吗？所以你看下肉体是结束了，这里死那刹那那里就生了，就是会生向哪一个位置，向哪一道，那这些就值得我们去研究的问题了。好，了悟了生死之道理，从安心的生死中呢创造了无边庄严的生命，这就是呢人生的美丽了。所以我们能够了悟了这个生死之道理呢，那我们就能够安心的去了解这个生死的来临了。将生死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所以说呢，你能够创造了你无边庄严的生命，所以这个人生就是很漂亮的了。正是死亡，我们呢就可以脱离死亡所幻化成的阴影，并将死亡呢以一件事化成生命的创化的力量。如果故意将死亡
偷偷的藏在心中的阴暗的角落，如此啊，我们的生命呢将会受死亡的操控，就不得自在了。意思说我们能不能够去面对死亡这件事情，我面对我们的亲人的死亡，包括面对我自己准备要走的，你能不能够好好地看清楚它，或者你将这个死亡的特别故意的再藏在个心中阴暗的角头那里，你藏得稳，你不敢正视去看，因为死亡的时候毕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面对的啊，在这个世间，所以死亡是生命的极完美的结局，能够计划死亡将带给我们的生命无限的光明。如果能够用这样的心慢慢的去提升，以成为一个自在转世者，这样的生命呢将是何等的洒脱自在呢？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将自己的今一生这个生命的死亡的结束好好去计划下，第日我的时间到了，我应该怎样走，是牵挂或者很洒脱地放低就走了。如果一个人学佛修行可以达到这样的地步呢，就叫成就了。但很多人学佛学到最后呢，临走的时候很多挂碍，担忧一些，担心一些，又担心儿女，又担心仔孙，又担心另一半的亲人，所以说你我走的时候就痛苦啊，牵挂一大堆了。我们一个学佛的人可不可以学到呢，说走就走了，很洒脱，明知道自己的生命结束了不得了，放下就走了，有没有办法呢？这样在这个世间就没有几个人做到了。所以正所谓的修行人多成就人少，就是你走的时候拖拖拉拉不舍得放下，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值得研究的。如果大家了知道死亡，每一个生命就更积极的应用死亡，利用死亡创造生命的更大的幸福，引导我们能够以死亡来修行，使我们能够超越死亡自在的转世，并使我们能够帮助自己的家人亲友同修往生在光明的净土。所以如果我们可以这样修，修到自己自在的转世，什么叫自在的转世，就是在今一生我们住在这个世界，下一世我们要转去哪里，如果修净土的呢就会转到去极乐世界，如果修其他的呢可能到其他佛国土，或者就是修福报的转世上天堂，或者来世最主要做翻人。如果我们不懂好好地把握自己的转世，转去哪里，转去做恶鬼呢，或者转去地狱了，或者我们没有智慧的选择，转去做四角脚的朋友，识不识得四角脚的朋友，好有福报的狗猫宠物啊，虽然有福报但是没有智慧，转世转去哪里不清楚，就转去那里去了。所以人生就是在转变的，不断在转世，你转去哪一世是不是越转越好呢，或者越转就越差呢，所以这个直接你去考虑，这个没有人可以代替，是自己今生所做的，正所谓佛教所说岁月流转了。如果你是修正业，但是我们岁月就转就转到什么，转到叫世界去了。所以我们自己本身呢在生之前呢就要选择自己下一世我转去哪里，真的很重要，死从何而来呢，死亡呢是真实的嘛，或者是人类虚幻的幻象呢，所以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恐怕有些人呢心里会这样想，死亡呢当然是很真实的咯，
在太平间啊，一具一具嘅冰冻嘅尸体啊，就系死亡啦。所以我哋咧生之前又从边一度嚟嘅咧？死咗之后又会到边度去咧？呢啲咁嘅问题，在呢个世间上有几个人去了解？亦即系我哋生之前，我哋响边度嚟嘅？然后我哋死咗之后咧，我哋又会去边度？有边个系咁样去专心去研究、去了解呢个问题？所以人类是否系生命界中啊，能够好抽象嘅、好逻辑嘅思考嚟面对死亡，重新咧诠释啊死亡、理解死亡嘅生命？所以有时候人咧系好无奈个。认为不知道的事情呢就不关他的事了，自己认为呢无从了解就不想再探索他了，去探讨既然死亡死得好在哪里，既然我都不知道的事，干脆就不要去理解，不要去探索，就是顺其自然就得起来，死到先至来算。这里我讲给大家听，如果你不提早探索好死之后在哪里呢，第二你就好麻烦㗎喇。你哋讲死得唔清唔楚啊。你提早准备探索咗第二条路系点行嘅，你就唔会恐惧。你唔会讲呢个未到嘅时候唔关我事喎。正所谓讲人命无常喎，随时到㗎喇。你冇讲到咗先至打算喎。有一个问题讲俾大家听喎。好死未必好生喎。听明我的意思冇？咩叫好死？唔使挣扎，突然间就车祸死咗啊！或者瞓下唔会死都就死咗啊！好死未必好生喎，因为根本唔知道自己死喺边度喎，突然间就死咗，因为从来冇准备喎，今晚瞓去就唔会死喎。人哋讲话自己本身就冇准备好，临终后死喺边度？就今晚瞓翻去瞓觉，一瞓咗就唔醒啦。你哋讲唔黏度咁死啦，生喺边度佢都唔清楚，咁就会点样？垂涎流转咯。咩叫垂涎？垂你嘅生存嘅习气，俾我一个贪心嘅习气冲，佢咧就会垂自己涎咧，系投咗做后悔啦。如果一个人亲恨心嘅习气好重，佢突然间死咗啦，佢根本唔知道准备去边度啦，就会堕落去地狱啦。如果一个人自己生命在世间一啲都唔清楚，我哋叫无知啊、愚痴啊，你系随时咁样嘅业咧，第日就投胎做畜生啦。所以我哋讲好死未必好生咯，呢度奉劝大家。我死得清清楚楚，走嘅时候走得清清楚楚，你会转去边一世，转去边度？咁呢个好重要修行，就系、是、你人生生命结束时点样好。所以如果从咁样嘅观点嚟睇，我哋咧只能够睇到现在嘅活动性。我哋之所以咧现在活住啦，就系、是、因为我哋咧现在仲能够食嘢，仲能够饮茶。所以我哋活字，当我哋唔能够食啦，唔能够饮茶嘅时候，就称为叫死咗啦。所以我哋常以为身体唔能够动作啦，心跳已经冇咗啦，眼孔啊已经放大咗啦，呼吸停止了啊，嚟定义叫做死亡。所以人类对所谓嘅生死咧嘅界定啊，到底系由边个咧嚟做决定嘅？法律医学啊，对死亡现象嘅认定系点样？所以一般对死亡嘅睇法，佢系指生命永远息止啦，生存嘅现象啊消失咗啦。在现代嘅法律中咧，更系以咧血液循环嘅停止，同时咧都系呼吸、脉搏等嘅生命嘅机能咧停止作用咗啦，嚟判断嘅死亡。所以啊，死啊！
是二次心跳啊，停止了，呼吸停止了，瞳孔啊放大了，等到三种特征的作为来做这个症候，传统上并无意义了。以此种死亡的认知呢，以佛教的死亡的观点呢比较了，除了咗在神识的作用上有差异之外呢，现象上并无什么差异。所以说在法律医学上判断一个人冇咗呼吸、心跳跳咗、血液唔会循环咗，就判断死亡。在佛教嘅睇法咧，唔单止咁样，仲有睇你神识离咗身体未？神识就系现代话就讲你嘅灵魂啦，离开咗你嘅身体未？所以我有啲人睇起身嚟就以为系死亡咗，其实多几日又翻生啦，复活嘅事情。周不时都有听到，所以佛教咧对一个人死亡的判断就是佢嘅神识，就是讲佢嘅灵魂啦，完全全嘅离开咗身体，正叫确定嘅死亡。所以唔系法律上讲冇咗呼吸、心冇跳咗就以为死咗。所以你我知道呢个原理咯。咁佛教对死亡嘅现象嘅判定咧，死。即是寿命终尽以灭为的意思，记住这句话。佛教对这个死字的看法呢，死即是寿命终尽了以灭尽的灭坏的意思。就佛教对死亡的现象的看法是呢，丧失寿啊，就讲你的命咯，暖就是体温了，意识就是你的心，三者啦，以使身体的眼、耳、鼻、舌、身啊，以诸根变坏的现象。所以佛教就以这样的方法来判断这个人确定是死了。你的寿尽了，你的身体的体温已经没有了，包括你的意识、你的心啊，这三样。然后再同你身体里面的眼、耳、鼻、舌、身、意，所有每一样嘢都开始败坏晒啦，咁样正可以判断呢个人咧，确定系死咗啦，明唔明我？就唔系世间上法律同医学讲冇咗呼吸、冇咗心跳就代表死咗啦。所以佛教判断一个人死亡咧，就比较深一层嘅睇法。咁样轮回生死嘅六道众生，在呢个六道中咧有饿鬼道，但系好多人咧。将个中阴错认为鬼，其实啦，鬼咧也系中阴去投胎嘅。记住我，人啱啱死咗之后，好多人错误呢个中阴生嘅呢个阶段咧，其实唔系鬼嚟嘅。记住我，系啱啱出嚟嘅啫，未到鬼。所以中阴咧系为咗建立生灵相继不断嘅立场而存有嘅。所以人死后咧，多数咧要做头七、二七乃至七七，这唔系拜祭鬼咯，而系咧祭中阴咯，明唔明啊？唔系拜鬼咯，做咗七七四十九日，系拜祭紧呢个中阴身啊，佢未正式投胎嘅，记住咯。所以我哋中阴身时候啊嘅形象咧，就好似咧五六岁嘅小朋友咁大嘅啫，佢系透明嘅。好乾淨嘅，睇起身嚟咧比較唔會驚人嘅，明白嗎？你記住，中陰身呢個階段其實五六歲咁大係透明嘅，係好乾淨嘅，睇起身係比較咧唔會驚人嘅。咁鬼道嘅眾生咧，佢都會死個，死咗之後咧就變成咗中陰啦，再投胎到六道啦。所以講好多眾生都會死，進入中陰嗰個階段。但好多人咧就認為係鬼咯，呢啲係錯誤嘅。就算講，如果我哋屋企嘅家人啱啱過身咗，在頭七二七啊呢個翻嚟嘅時候，其實大家咧唔好當佢係鬼嚟嘅，明白？係啱啱離開咗身體嘅，我哋叫一個魂魄嘅啫，唔係叫鬼咯。佢仲未屬於鬼嘅，所以你一定要明白。其實你拜祭嘅時候係拜祭緊呢個中陰。唔係拜祭講鬼啊，清楚冇？所以你就明白哦。
咁一般所講嘅鵝鬼咧，佢嘅形象啊，就係喉嚨細細好油，肚大大。鵝鬼裏邊咧，也有好多等級嘅，鬼類都有等級嘅咯，所以認識一下咯。最低級嘅咧係冇財嘅鵝鬼啦，高級一啲嘅咧就好似一般在拜祭嘅鬼神啦，而好似土地公啊，就屬於多財鬼啦，佢就係叫做鬼二天啦。有啲咧係天二鬼，廣義嚟講，四大天王也係夜叉王，可以講叫係天二鬼啦。但基本上咧，我哋仲係將佢當作咧天神，天龍八部咧係天二畜生，所以你又明白，有啲係冇財嘅，有啲有財嘅，可以做得神明受你香火拜祭嘅咧，就屬於多財噶啦。冇得食嘅嗰啲，乜嘢都食唔到嘅，就叫鵝鬼係叫冇財鬼啦。哦，有啲更加大嘅就做天上啦，個夜叉啊、羅刹之類啊。或者四大天王之類，佢都係有福報嘅。所以好多人都以為咧，鬼係從地獄嚟嘅，其實唔係哦。地獄嘅眾生係好忙嘅，每日忙住咧同佢嘅思想搏鬥，以前啊所做過嘅嗰啲惡業，所以嗰啲惡業咧就變成佢嘅記憶啦。咁啊，從記憶裏面啊走出嚟捉佢，揾佢嘅麻煩。所以地獄道嘅眾生就係咁樣，佢好忙啊，唔得閒，你知唔知道？唔得閒咧，就同佢自己嘅業喺度鬥緊，你知唔知？所以地獄係由大家嘅意識啊交錯咧所顯現出嚟嘅。點解有地獄？就因為我哋做咗太多惡業，你死咗之後，呢啲業咧就不斷出嚟同你鬥咯。咁佢嘅意識啊，就不斷咧一路應付緊佢自己所做嘅惡業咯，就好唔得閒咯，好忙啊！你知唔知道？就忙呢啲咯。啊，所以你又明白，地獄嘅冇得休息嘅咯，所以就叫無間啊，冇時間，你知唔知道？啊，所以地獄經裏邊講無間地獄係冇時間咯，日日同佢自己惡業喺鬥，你知唔知？其實唔係同阎羅王鬥，係同佢自己鬥，你知唔知道？所以我哋要明白，哦，咁繼續嚟講啦，生命流轉嘅力量啊，曾經咧在佛教界中咁講過，專門啊注重在臨終依一剎那嘅事情啊，如此咧唔係佛教嘅大方向，因為整個生命嘅業力嘅流轉，在生前啊大致上咧已經決定好咗啦。所以臨終嘅時候只係一小部分幫助咧，就比較少。這就係提到佛法中嘅所謂嘅三垂啦。記住哦，好多人修行咧，好注重咧臨終嗰一剎那嘅事情。臨終嗰一剎那喺邊度就決定喺邊度。呢個正正式嘅唔係佛教嘅大方向。佛教嘅大方向咧，係因為整個生命嘅業力嘅流轉，咁樣嚟判斷呢個人，唔係在你臨終嗰一刻你做判斷嘅，明白嗎？就係講我哋生前嘅業啊，係咩業比較多？其實大部分就已經決定咗你愛去邊度咗啦。唔係講一定在臨終嗰一刻，就講你決定去邊度。記住我，所以我哋佛教點解不斷愛提倡咧斷惡修善啊？所以我哋一個人不斷斷惡修善咧。你積極咁一生哦，你個方向就已經可以講，你決定咗你要去邊度咗啦。唔係注重講，好注重在臨終嗰一剎那嘅事情啊。所以記住哦，如果咁樣去判斷，呢個係唔準咯。哦，希望大家清楚。好，所以呢個佛提到所謂個三垂，一般嚟講啊，生命嘅流轉嘅力量咧有三者，第一係從業。第二咧系谁习气，第三咧系谁意念。咁一个人临终走嘅时候，系属于三种业咧气流，睇流去边度啫。创业咧系指咧一个人嘅强大嘅业力。如果一个人平生啊杀人唔眨眼咯，无恶不做啊，咁喺临终前咧
也未生起任何的忏悔之心。这样他在临终的时候，除非有大成就者来跟他做超度，否则光靠一般上的助念是没有什么大作用的。也可以大家会这样认为，这样是很不公平的。事实上这个世界上没有说不公平的事情。记住，我今天给大家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事。所以你不要说公平的事情，对你不公平的事情，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公平的事情。大家记住，就是企在立场不同来看。比如说你企在一个角度说，我对你好，哇，你对我很公平。如果企在立场，你下阻碍我，你对我不公平。我咁咧，因为世界上根本冇公平嘅事情，你就唔可以争论啦。我讲俾你听，事实上呢个世界上咧就系咁样嘅。只系咧我哋唔了解其整个因缘啫。所以因为我哋嘅观点、观察嘅面向啊太少咗，也太少了啊，所以我哋就会感觉到人点解唔公平咧？系我哋观点太细咗。咁啊，谁创业咧？要决定往生处咧，生前恶业重大嘅人咧，会如此啦。同样嘅一个大成就者，也系如此哦。如果一个低成就者咧，企喺度随自己嘅创业，但系系随自己嘅善嘅积力精进嘅业去投胎，一个恶业嘅咧，佢就受嘅重嘅恶业咧流转。所以讲，一个大成就者也是如此，临终时助念对他的影响也是微乎其乎。意思说，一个既然已经成就了，他都随时都可以走了，你再跟他助念对他没有什么大作用，就算帮都帮很少的啫。记住，一个做很大恶业的人，临终如果不肯发心忏悔，没有忏悔心，不肯改过之心，就算你怎样帮助念都做不到帮助那么大。记住，因为大成就者本身就已经有能力了，就根本不需要助念，就算帮助念是得益都不大的。所以大家了解这个问题。咁样讲一个事实，咁有一位大德呢，其实好妙，咁佢交代咗佢亲友，佢交代咩讲？临终的时候呢，不需要帮我做念佛，也不需要跟我诵经给我听。你说我读经，我经读得比你更加熟，你就给我安安静静地走就好了。这些叫什么？有功夫的人。他平时读经读得比你更加熟了，你还读给你听什么？这样的人呢，你就给我，其实说你俾我安安静静咁样走好啦，唔好嘈我就得咯。嗱，呢啲就系有能力嘅人，所以这就系咧对生死啦有把握嘅人，佢正会做出咁样的动作。哦，再嚟咧就系咩？垂习气，也就系我哋一直强调嘅养成良好嘅生命习惯。最重要嘅系良好嘅生命嘅习惯咧，就系将我这个主题啊攞咗气。如果你下下都执着于我咧，你个习气就好重啦。而无我嚟思维，这比其他嘅不良嘅生活习惯咧就更可怕，系生命流转不息嘅主因。当然啦，其他唔好嘅生活习惯咧都要断除啊，就好似烧烟，烧烟咧就会将来你嘅气脉。使一个人在死的状态下，会产生很多迷惘的障碍，因为个香烟里面的焦油啊很粗重，会使这个死时啊有光明产生了污染，让这个人的心容易不定，所以容易产生负面的力量，这就是不好的生活习惯，你要断除。为什么说呢？一个长期烧烟的人呢，你的血脉包括你的灵性呢就已经是污染了的，是有很多油脂啊
所以但你走的时候呢你不光明啊，你说你的光明已经污染了，污染了的人呢你就看不清楚你的路向了。这里我是讲给大家听，所以一个是生活习惯长期烧烟了，感觉的魂魄就是讲神识出来的时候是很污浊，很多烟油，这些叫习气了。咁样习气嘅人咧，佢就会随咩随气嘅习惯咧去流转啦。咁生前中意食烟咯，死时就食香咯。所以你闻到烟气就会气咯，你明唔明紧？啊，好嘅烟气唔爱咯，坏嘅烟气就爱咯。意思话点好香啊，佢唔会闻咯；点唔好嘅香，佢就爱闻咯，因为佢习惯。所以讲鬼咧就会食香火，就系咁嘅意思啦。生前食香火，死时食香火，就食嗰啲香火咯。所以对于一个想要解脱嘅人咧，呢啲不良嘅习惯你要剔除。此外啦，仲要养成良好嘅生命习惯，养成慈悲、智慧、信言嘅生命嘅习惯。平时啊，自然语言嘅去帮助别人。遇到事情嘅时候咧，唔要冲动，保持智慧嘅判断，对佛法咧产生信心、信愿。而菩萨嘅四摄法咧，就系布施、爱意、利行、同时。六道万行嘅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波野，就系我哋良好嘅生活习惯嘅典范啦。所以你要排除个习气。佢唔好嘅习气，如果唔系咧，你会随住习气去流转啦。所以好多人会轮回咧，不断在轮回咧，就系随习气轮回咯。如果习气你唔肯改咯，第日所有嘅事情咧，自己负责任。所以修行就系改习气先，你唔改习气啊，人哋想帮助你，帮助唔大咯。真真正帮助是自己的，所以你如果很注重今一生的生命，第日结束时应该怎样，这个你就好好去了解一下。那第三，随意念啦。如果一个人生平呢没有什么重大的业力，又没有什么特别的习气，那么他临终时呢，以一段期间里面呢，意念呢就很重要啦。会影响他下一世的方向。咁啊，净土宗所谓嘅临终十念咧，就在此产生作用啦。所以啊，要特别嘅帮助临终嘅人咧，意念佛发生啦，三宝嘅意思。因为生前又冇大恶，又冇咩习气，咁呢段时间嘅临终意念啊，好重要啦。有人指点你，系不断集中意念紧，我念佛，我去救世界。咁呢段时间佢成就机会比较高，所以临终时会随住呢三种嘅生命嘅流转力量啊而行。所以因此啊，如果在生前咧得到自在自主嘅，就系咧好重要嘅一个课题啊。所以接住咧，我哋咧嚟了解死亡嘅真相，让我哋咧更清楚了知啊临终时嘅情景到底系点样嘅，观察死亡嘅过程啊。你哋咧是否认真仔细嘅观察过死亡嘅过程啊？有冇去好细心啊？去睇过人点样死冇？你有冇见过人点样死冇啊？系咪佢死咗你净睇到佢咧？或者啱啱在呢个爱死嘅过程啊，有冇细心去睇过系点样死啊？哦，好少人去睇哦。人在临终嘅时候咧，佢嘅身体啊。会呈现点样嘅变化呢？有啲人啊，临终嘅时候咧，就会有想嘅擦地下嘅动作；有啲人咧，全身就僵直，唔能够喐；有啲人眼神咧，痛苦、惊恐，呢啲又系为什么呢？点解会咁样？所以你细心去睇，有啲系脚不断擦嚟擦去，一路擦个脚，或者一路擦个地下，或者系直直唔喐得咗，僵直咗啊！有啲人睇眼神好驚喎，好驚慌，你知唔知道？唔知見到咩嘢喎？所以每一個人死嘅過程係唔同喎，眼神。
在佛教的观察人死的过程中呢，认为人死亡是由粗质力量的解放到细质力量的解离的现象。所以人的身体的结合呢，是由最细的神识结合粗质的地、水、火、风、空等这些物质的元素而构成的。咁样死亡的时候，由最粗质的地大气先解散，到水大气解散，到火大气散啦。咁人的身体嘅温暖降低啦。咁再到风大气散啦，就是讲人的呼吸停止啦。呢个时候咧嘅状态，一般的医学就认定咧系死亡了啦。但是佛教并不如此认为哦，直到嘅最后最细节的神识啊，都离开了人的身体啊，正算死亡啦。所以在呢个解散的过程咧，都是很痛苦的。所以因此人在临终的时候，正会有种种新生的变化。因为嘅地水火风一层一层的变化，去解散的时候，佢就争执紧。所以明白哦。所以佛教讲人死的时候呢，是由地、水、火、风、空到神识的解散、解离散开，以神识最后离开身体的部分、就会决定这个人呢会投生在什么地方，故有所谓的顶性眼生天，人心和鬼福，旁生七盖离，地狱脚板出的说法了。所以说佛教就会判断人死后他最后的神识在哪里离开身体，就判断他在往生到哪一道去，投胎向哪一道去。如果在最后在神识是在头顶出，就做圣人或者上天了、或者是眼中生出了，在眼中的热度出了就生天了。如果在心口出了就做回人，如果在肚脐热出了就做饿鬼了，如果在七头窠就做畜生了，如果在脚板就落地狱了。所以佛教是以这个几点来判断这个人临终死后他会去哪里，这样来判断。这就是以身体在临终后身体逐渐的冷透后呢，剩低落嚟最后的余温聚在哪一度，就表示死者的神识是从哪一度出气以及投生气的地方。本来应该从头顶出，如果前面我所讲的一个不停烧烟，你会将你这个顶的盖这个窿塞了，塞了你出不到气了，那你找其他地方出了，最落最落最落落到可能向下边出啦。咁你就上边咧呢个同心口以上咧叫三善啦，心口以下咧叫三恶啦。所以我哋嘅头顶唔可以塞，正式走响头顶出啦，你知唔知啊？如果响下边出咧就三恶道啦，系咁判断。所以当人死后咧，若佢嘅余温啦在头顶上咧，就表示此人啊成圣或者往生到极乐世界啦。若果在眼处有余温啦，就投生在天人。而最后咧，心脏有少少嘅温度咧，就再生为人。若果肚脐咧有余温咧，就投生做饿鬼。所以如果投生啊，在畜生咧就七头哥啊，多少热热地啦。而堕落地狱嘅就全身冷透咗，唯有脚板咧仲有少少温度。咁多说法只是代表佛教的各种的传承的其中一种，但是记住不是百分之百的，就是给大家做个参考的啫。大致来讲呢，人死后神识在往上而出呢都是好的，往下呢离弃呢即是堕落三途土，是共同的说法。而要呢检验死者投生之次的时候呢，不可以直接用手去碰触他的身体，这样就会干扰到死者，增加死者的困扰。只要将手放在死者的身体上方，距离死者的身体
15公分左右嚟探佢嘅熱度，唔係直接掂到佢身體嘅。咁樣掂嘅探係錯誤嘅，明解冇？啊，離開死者身體15公分，差唔多咁多嘅啫。咁係感覺佢嘅温度係咪仲有？佢温度如果喺頭頂，就確定咗佢善道多。響聖人啊，或者往生極世界啊，或者係温度響眼中呢度啊，我眼中有多少温度，就代表在天啦。如果你探到佢嘅心口有多熱熱地，就做翻人。記住哦，唔係直接摸到、碰觸到亡者嘅身體哦。記住，係離開15公分咁樣去探。好，今日講俾大家聽哦。喺感覺死者身上所發出嘅最後嘅餘温之處，就可以明白啦。千萬唔好碰觸佢嘅身體哦。在觀察死亡嘅過程咧，尤其是啊，要注意死者嘅眼神同埋面部嘅表達，這就係咧最後能夠睇出佢在臨終嘅時候，心靈嘅係處於覺醒啊，或者係昏迷嘅狀態。所以眼上安详，面上咧喜悦，就表示咧死者嘅心灵系觉醒嘅。而眼神咧露出咧惊恐之情，面咧带愧意嘅笑啊，佢嘅心灵系处在昏迷嘅状态。心灵觉醒就往生善处，心情啊昏迷惊恐，都系处在恶道嗰，即系所谓讲。比阎罗王捉起咗地狱啦，死时惊慌害怕，因为好惊啊，好惊啊，咁呢啲嚟咧就系昏迷噶啦，就系讲佢嘅心灵系唔系觉醒个，系昏迷噶咯，咁呢啲系好危险噶咯，就会堕落恶道嘅机会比较高噶咯，哦，你清楚，哦，再嚟讲啊，睇起身所谓讲比阎罗王捉起咯，其实咧唔系阎罗王嚟。向其要债，捉其气，而系阎罗王应呢个死者嘅要求，嚟向呢个死者咧要债，嚟捉其嘅，就好似同人间一样，系自己做咗坏事，警察咧正会捉其啊，法官咧正会定其嘅罪啊，所以临终时投生在善处或者恶道啊，地狱嘅阎罗王咧，是否揾我哋咧？都是我们自己生前所做的因缘所致的，无关他人之事。阎罗王啊，到底是哪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心所变化的。地狱阎罗王不是客观的空间人物，是我们的心念啊，共同将它构成了虚幻的世界，就如同我们啊，共同啊决定一套怨体的程式啊，以后呢在当中啊戴自己的头盔啊，玩起虚假嘅实相嘅游戏嚟啦！你喺嗰度玩电，搞电脑啊！哇，里边嘅空间几刺激啊！哇，打得几紧张，其实系咩？你好投入咗嘛？一个落咗地狱咧，见到阎罗王同样地狱，同样嘅系你虚幻出嚟嘅假象，搞到自己好紧张喺里边，你知唔知道？再嚟讲啊，你睇电影系真系假嘅？电影系真系假嘅？点解咁紧张？但是我哋死后落地喎，从读电影冇咩差别咯，得咁紧张咯，又伤心又喊咯，又跳上跳落，其实系个虚假，因为我哋投入咗嘛。咁人死咗落到地狱，同样嘅道理，你投入咗个境界啊，就对你嚟讲就好真实咗咯，系咁嘅容易哦。虚拟实相嘅死境啊，咁啊死者面上啊眼神咧嘅种种嘅表情。就正代表咧，佢心念啊所浮现出嘅种种嘅影像，所观察死者嘅面上嘅表情啊，就可以了解佢正处于觉醒嘅或者系昏迷嘅状况。大部分观察嘅结果咧，都系显示死者处在惊恐迷惘嘅情景居多，睇起身嚟咧都系好可怜嘅。令人不由从心中生起深沉的悲悯之念。我们看到死亡的现象，在仔仔细细观察了之后，
就要将心情咧放松，唔能够跟住啊死者生起啊情绪嘅作用啊，否则咧你会崩溃噶。所以因为我哋冇有好大嘅心力嘅嚟支持咁多嘅情绪啊，如果心力唔强咧，会好难过，到最后咧只有冷漠嘅去面对。记住，睇到亡者爱死嘅时候，你唔好俾个情绪带动咗，如果唔系咧，你都会好辛苦。你变成咗你冇能力啊，去支撑佢。尤其是我哋见到好多咧，亲人哦，见到自己嘅亲人哦过身嗰种，你冇能力帮佢哦，反而你俾个临终者啊嘅情绪拉咗你落嚟啊，你同佢一样咁样伤心。咁大家一个在惊慌害怕，一个在伤心，你谂下你帮得到亡者咩？因为好多人亲人过身咗，我哋情绪好激动咧，就系因为俾亡者啊呢个力量啊扯低咗啦，所以你冇办法帮到亡者，你反而又影响亡者。所以我哋啊，面对一个人死嘅时候，有心力唔够强啊，你会好难过。咁你就冇办法帮到佢啦，所以我哋想要帮人哋，到最后咧，我哋只有冷漠去面对佢咯。咁我哋情绪冇俾扯低落嚟，我哋只有办法帮到呢个亡者。所以想去帮一个人哦，你嘅心力系好强，你唔可以同佢一样咁悲伤哦。明白？我哋可以起个慈悲之心，但系唔可以起咧同情之心。你越同情嘅遭遇，就等于你都俾扯埋落去，系咩意思呢？打个比方，你有情绪嘅角度，你同佢念紧佛，一路念佛一路喊，你谂下有作用冇？帮唔帮得到一个临终者？大家想下啦，呢个问题，只有令到亡者更加牵挂在呢世间情。所以好多人点解帮唔到亡者？因为你嘅情绪啊，意思讲你自己嘅心力唔强啊，你一样同样你咁难过啊，所以你俾扯咗落去咯。反而冇帮到亡者，反而咧加重咗佢嘅情嘅执着。所以我哋爱帮一个亡者，我哋嘅心咧就一定爱好强，唔可以俾佢带动，明白我？你俾佢带动，你就帮唔到佢，又反而害佢咯。所以唔系念佛有效冇效喎，系我哋嘅情啊，我哋嘅情绪啊，心力唔强啊，俾佢拉低咗。明白？如果你真正帮到呢个亡者脱离咗，完全走咗啦，你情绪最激动咧都冇问题噶咯。最惊系在呢段啱啱爱临终嘅时候，呢段时间。你唔可以动呢啲咁样嘅情绪，明白？你动咁嘅情绪咧，你会影响佢嘅咯。所以呢啲概念一定要清楚。你想帮一个人，无论你嘅亲人离开嘅时候，你一定知道点做。观察死亡嘅现象，系要我哋面对死亡嘅时候，有能力嚟帮助自己或者别人。所以在呢个关头啊，如何嚟使生命更为？向上，而不是使我们成为对死亡冷漠的人，用冷漠来防卫自我的心灵。所以虽然冷漠是能够让我们心情不因死亡的景象而崩溃，所以冷漠虽然是为了适度的自我保护，但是对生命的发展的来讲，冷漠是有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将这个適度保护自己的负面性咧，改变增长，成为生命咧真实向上的菩提心，将个病患啊或者临终者啊当住咧佛陀咧咁嚟服务，咁佢嘅病痛咧死亡系对我哋慈悲嘅显示，系在教化我哋咧对生命嘅珍惜，以我哋奉献啊嚟教导他人，当做咧系生命嘅服务啊，我哋服务紧佢嘅生命。唔系讲冷漠到啊，唔关我事，明白？应该我哋有带起嘅，佢系教育紧我哋，当住系佛菩萨咁样去服侍佢。
你帮助佢，哦，呢啲就叫服务他人嘅生命，嚟增长我哋嘅生命啦。增长我哋嘅生命嚟服务他人嘅生命，系善性嘅循环啦。死亡咧，咁样嘅震撼嘅教育咧，我哋啊从细观察当中咧，以及发现我哋嘅无上菩提之心，仔细观察死亡嘅从向啊，了解咗死亡时啊，亡者嘅身体啊嘅地水火风空色系如何变化嘅，所以了解咗佢嘅色受想行识啊，呢个五蕴啊系如何嘅改变嘅，如此啊了解咗啦，将来啊对自己或者帮助别人啊，都系生命嘅超脱死亡好好嘅一个因缘。学生我未死之前咧，就要学点样死啦。点样去观察人死嘅过程变化？咁啊，第二你自己点样准备？点样超脱？到时你就唔会手忙脚乱咯。你就会选择我唔应该咁样折磨自己，咁样结束自己一生。你就会洒脱咁样结束你嘅人生生命，话走就走啦。咁就叫自在解脱啦。死亡过程中阴嘅现象啊！咁佛法中咧，将人嘅一生啊，从生到死亡啊，进而咧转生啊，投胎。依佛教嘅名词嚟讲咧，我分开几种嘅中阴嘅现象啊。中阴咧，简单嘅嚟讲咧，就系我哋啊一般人所讲嘅灵魂啦。但以灵魂咧唔同嘅系咩？中阴咧系会产生变化嘅。当我哋目前啊存在嘅时候咧，就叫做現前中陰，在睡夢中有嘅係咩？夢中中陰。咁在禅定啊中咧，整個心境啊會產生變化。哦，呢個心靈嘅變化咧，會造成我哋嘅內在多精神嘅現象嘅改變，以使身體產生變化，即產生咗內在嘅報身啦，就係所謂嘅禅定中陰。所以我哋有三种中阴乐，记住咗。活在嘅时候就叫做现前嘅中阴，而家眼前嘅中阴啦。所以我哋目前咧存在嘅时期咧，哦，仲有一个咧就叫梦中中阴啦，就系瞓觉嘅时候咧，梦中嘅时期，你会见到一个走出嚟嘅。呢个都系你嘅中音嚟嘅。另外一个禅定中音啦，就可以有啲系打坐禅定嘅，在禅定中身心变化嘅时期啊，佢嘅成个人出咗嚟啦，明白？就系你嘅中音嚟嘅。所以人死嘅时候咧，就有中音会离开身体啦。所以有啲系提早系点样系了解咗你嘅中音嘅时间。提早咗認識咗你嘅中音，第二你走嘅時候咧，你就好自在啦。記住哦，唔係個身體走喎。所以講，我哋解釋啊，活字嘅時候嘅中音，就係講我哋而家目前時候，或者夜晚瞓覺嘅時候，然後或者你修行到禅定嘅時候，你會見到啊，依個叫活字嘅時候。好，另一個就叫死時嘅時候啊。死亡嘅时候咧，哦，死有中阴，就有临死到死亡嘅期间嘅时期咧，有实相中阴。死亡嘅后咧，意识啊回醒，哦，中阴身啊出，啊出生活动嘅时期，就叫做中有中阴啦。咁样死后到未投胎嘅时期咧。这就是从畜生，哦，出生啊到死亡转生的这个中阴的现象，就三个阶段，哦，所以我们活着的时候有个中阴身，死亡了之后都有个中阴身，哦，那我们有个图片啊，自己看，哦，一个未投胎之前的阶段，哦，一个刚刚死啊刚刚转入的时候，哦，这个阶段了。咁人死亡嘅时候，有一件嘅过程，
是臨死到死亡呢件嘅過程咧，我哋稱為叫做咧死有終音。咁呢一件嘅過程咧，就係我哋嘅戀、受、識消失嘅過程，就係講我哋嘅體温啊，同埋我哋嘅壽命啊，同埋我哋意識啊消失嘅過程。在呢一段嘅過程裏面咧，隨住身體嘅粗質而轉化，首先咧係地大會沉入水大，水大咧會沉入火大，火大咧會沉入風大，到最後咧係意識停止啦，呼吸停止啦，然後咧就進入咗真正嘅死亡嘅狀況啦。在呢個死有嘅中陰嘅情況咧，所以國家說法咧係唔一定嘅，但係有一般人嚟講啊，起先係意識感覺會先消失，冇咗意識嘅時候咧，就叫做死有中陰啦，已經冇咗意識啦，佢開始進入咗呢個階段啦。如果進入咗死有嘅時候咧，意識咧會沉入死有，咁死有顯起光明啊！我哋咧能夠咧在呢邊啊認知，這個時候死有所現嘅光明咧，就係法性啦，就叫做法身形取啦，就同悟境啊係相應嘅。死有所現起嘅光明啊，係同你嘅悟境係相應嘅。但一般人咧冇有去形取，而開悟嘅人咧就有辦法形取咗啦。所以我哋一個人提早迎取咗呢個發生啦嘅時候，你就叫成就咗啦。但係一般上冇辦法迎取呢個中陰嘅階段啦，佢咧就會隨住個中陰咧，喺隨住剛才前面講嘅業啊，去流轉啦。記住哦，我哋嘅死有入到一個中陰身嘅時候咧，你所顯現嘅係光明個。那個咧就係你嘅佛身啦，佛身咧就講就係你嘅佛性啦。你可以提早迎取咗呢個咁嘅境界，第日你走嘅時候啊，隨時就走噶啦，就唔需要經過咧地水火風一層一層嘅變化，所以你走得好自在啊。就打嚟講，比如講一個人念佛。念到好精進，知道咗自己嘅時間幾時走啦，明白嗎？咁你迎取咗自己嘅法性啦，就法身啦，就可以法性。咁你講時間到咗，走就走啦，唔使經過地水火風一層一層嘅掙扎啊，拖到最後興冇咗啦，就跟唔死咯，唔需要經過。一個大修行者。如果已經證果咗，已經迎取咗佢發生啦，佢知道自己身體開始敗壞啦，唔得啦，佢就放棄就走啦。所以呢啲叫咧死亡自在。一般上我哋冇到咁嘅境界嘅人咧，就會經過咁階段，地水火一層一層咯，掙扎啊、抽筋啊、又凍啦、又熱啦，就成身飆汗啦，到呼吸好急促啊。到咁樣最死咯，呢啲係冇辦法嘅咯，所以我哋講
提早去認識你的佛身是怎樣的，再看佛身怎樣認識，所以你開悟的就提早認取了，那他就不會對於報身了耿耿以為了，明白嗎？所以他不會對身體特別去執著了，他說放低就放低，自在走了。咁呢啲叫嘅真正修行叫有功夫嘅，好清楚自己喺边度，佢唔会惊死啊！你谂办法啊，点啊？最延续、最延续、最延续，佢唔会咁样。咁呢啲叫真正开悟咗嘅人啊，佢放弃咗啦，佢知道身体唔得咗啦，系坏咗啦。啊，有啲人咧比较自在啲咯，但系呢个世间上咧咁样嘅人咧唔多咯。我是將個道理講俾你聽啦。如果你係今生為咗生死解脱嘅，你自己就係真真去了解、去研究。點解人走得咁自在、咁瀟灑？我哋點解走得咁痛苦咧？咩原因導致咁樣咧？哦，你係細心去觀察下。但係因為一般人嘅境界咧唔成熟，所以唔能夠迎取，唔能夠捉到啊！呢個發生啦，死嘅時候。又會有呢種情況出現，但大部分嘅人咧並冇個辦法去迎娶咧呢個法身，因為我哋啊嗰個時候啊係忘自死啊，忘記咗咧去迎娶你嘅法性啊。人哋講啊，死都忘到不得了喎，邊個仲有時間去迎娶你嘅法身係咩嘅？你話忘自死都嚟唔切啦，仲有時間去迎娶嗰、那個哦？原來呢個係我嘅真我。所以好多人冇辦法咧，因為唔成熟啊，所以講修行愛專一啦，就係咁樣。你習修啊，你自己認到唔到啊？咁啊，死有中陰咧，過氣咗啦。如果呢個根源過氣咗啦，再嚟嘅就係叫實相中陰啦。輪轉在前面所講嘅地水火風空色顯起嘅過程中，等。死有中陰結束咗之後咧，回醒嘅時候啊，咁啊中陰身咧出生咗啦，外形咧就有好似咧五六歲嘅小朋友，透明嘅，咁佢開始咧可以睇到我哋啦，聽到我哋啦，但係咧佢冇辦法同活在嘅人講話，咁佢所講嘅話我哋聽唔到，但係我哋講嘅係聽到。就在这个时候明白吗、哦、所以为什么他出生了中阴身，他可以看到我们听到我们，但是他说的东西我们听不到，你记住了，这个正式进入了实相的中阴了、哦、在死后到未投胎，这个中间发生所谓的中有中阴的现象，在佛教中又有另外一个分类的嘅方法咧，所謂叫分電生死及變異生死啦。咁佢有兩個階段，就是、佛教嘅分析啊。咁分電生死咧，係指一期嘅生命開始到結束，也就係講從我哋出生到死亡，哦，依種咧係睇得到嘅死亡，就叫分電生死。而變異生死咧。是指修行的境界很高的菩萨，他们的智慧的层次呢是不断的在净化，每净化一次就是死亡一次生一次，所以正叫做变异生死，是生命的不断的进步，智慧不断的进步的意思，变异生死一路就变咯，舊的脫離了新的出來，所以這就是修行的過程，所以有兩個階段，一個叫分電生死，一個叫變異生死，所以一個很精進不斷淨化自己提升一次自己的智慧，就等於舊的死了一次了，新的生了一次了，所以不斷都變化變化到越來越高上，那你走的時候就自在了，所以修行很重要，不斷在清化你自己，淨化你自己。咁死亡嘅变化过程啦，中阴救度密法里面咧写到啊，死亡咧有三个阶段，第一个系将死嘅时候啦，死有中阴显前，
此事啊可以正得发生，就话啱啱死嘅时候，呢、这个时候啱啱出嚟嘅时候，你可以迎娶到呢、这个就系你嘅真我，呢、这个就系你发生，你就随住呢个就走啦，你就唔需要转到第二个阶段啦。啊，第一个阶段好多人会话迎娶就系唔忘自死咯，唔得闲顾呢个真嘅咯，所以就错过咗一个机会。啊，讲俾你听咯。中阴真49日啦，各种现象咧显起嘅时候啦，而系将一过去嘅经历加以整理，再加上咧一啲修行嘅经验啫，然后你嘅过程啊，所以就会出现好多一个七一个七一个七出现啲景象俾你睇咯。啊，所以个首先我哋嚟睇嘅一个系啊临终嘅过程咧，临终嘅时候地大咧会先衰竭。所以咧，整個身體咧會變得好遲鈍，移動咧好困難，體力咧完全冇咗啦，就好似咧大山啊壓迫住一樣。不只係外在壓迫我，整個內在嘅五臟六腑啊，全身嘅每一個地方啊，都會產生好強大嘅壓迫感啊！呢啲就係咧地大。沉入水底的现象啦，开始身体好重啦，你看想都喐唔到啦，我里面嘅五脏六腑啊，感觉好似好压迫咁啊，好辛苦啊，呢啲叫地大啦，变动啦，哦，今日再嚟啦，就系水大衰竭嘅时候啊，咁嘅我哋嘅眼、口以及身体里面嘅种种器官啊，都会感到十分嘅干燥。十分的缺水，会好想饮水，但是已经冇办法讲话啦。呢、这个时候就是叫做水大，会沉入火大的现象啦。一路好干啦，想饮水饮唔到啊。接住来咧就火大开始衰竭啦，就是我哋嘅体温从身体嘅四肢嘅每一个尖端啦开始散气啦。我的绿色的感受力又慢慢的越来越衰退了，你会感觉到外界的一切越来越远了，越来越听不清楚了，越来越模糊了，所以又叫火大的衰竭了，就在我们的手指啊脚趾啊这些尖端的地方散了，那热气啊慢慢散了，所以就越来越不清楚了，眼啊鼻啊越来越不清楚了，意识啊，越嚟唔清楚啦，佢越嚟开始系进入昏迷嘅状态啦。哦，呢啲叫火大，然后再嚟风大衰竭嘅时候啊，呢、这个时候整个身体咧移动嘅力量消失咗，我哋会睇到佢好想喐，但系喐唔到咗。因为呢个时候系整个生命嘅能量咧消耗到好厉害，继续咧衰竭，所以啊，任何一个能量体，佢都好想去触摸佢，想去移动嘅，但系就。喐唔到咗啦！呢、这个动咧唔系由佢嘅意识、知觉所能够控制咗噶啦，只系一个本源嘅力量啫。最后啦，你呼吸就越嚟越短咯，乃至停止咗啦。这就系风大衰竭嘅现象，所以整个生命嘅由粗质慢慢进入到细嘅质啦，细质所里边啦。哦，跟住落去咧。就进入空大容受的储存啦，咁啊仲有入咧，啊进入咧色大啦，就完全将啊你嘅神识里边啦，所以所有嘅用粗俗嘅慢慢进入个细节，就变咗你嘅神识啦。咁喺神识里边所带住嘅所有嘅全部出嚟噶啦，就系讲我生前嘅习惯经验啊，哦你嘅习气啊，所有包括你修行嘅过程啊乜嘢，全部会出晒喺个阶段。如果收得好乱喎，你认唔清楚到底边一个方向，所以呢个阶段就好危险喎。如果冇人帮佢喎，其实跟住边一个错啊，就受住边个行啦。如果在一个阶段啦，进入色大嘅时候，佢啱啱离开身体，有人提醒你，如果甚至咧指点你，佢要集中意念在一个佛号或者念佛叫世界，呢度救到佢啦。所以人将啱爱死嘅呢个阶段就好重要嘅阶段，然后生死关头啊，
過唔過得一關就喺呢度啦。而家個心好複雜，好亂啊！佢臨終嘅所有以前所經歷嘅嘢，所做嘅嘢，全部集中喺度，全部會走曬出嚟咯。搞到你自己咯，認唔到啊，方向到底邊度去？所以講古大德咧，一路教我哋咧，我專一，我專修，唔好分神，就係驚臨終時候咧，進入色大嘅時候啊，你愛走嘅時候，嗰啲嘢全部走曬出嚟，你唔知如何是好咯。所以我哋有會見到有啲人過身嘅時候，又見到鬼啊，見到過去咗嘅親人啊，又依啲又依啲講埋一大堆啲話，就係咁嘅意思咯。如果係心靜靜、安安靜靜，就係、是、念佛就念佛，一路念佛，到最後講哦，見到阿彌陀觀音菩薩嚟啦，佢走啦，咁呢啲叫意識清靜啦，清醒嘅走啦，肯定就唔會墮落啦。所以一個人臨終最後四望嘅解脱嘅時候，係點樣就好重要啦。唔係咧，就用咗一生嘅努力嘅時間，到最後結果係咁樣，好可惜嘅咯。所以我奉勸大家修行咯，我專一咯。唔好去執修，如果唔係將來，唔係人哋將來，係你自己將來你自己咯。我講俾你聽啊，好大嘅，係你自己將來自己，唔係人哋將來你咯。旁邊嘅所有幫你幫唔上咯，呢個好重要喎。咁啊，以上所講嘅呢啲就叫中陰教導法啦。在死亡嘅時候，身體咧六大嘅變化嘅過程，我就係佛法嘅立場嚟睇啊。死亡係一個過程，而唔係一個點喎。所以咧，有時尚未死透，仲可能會復活噶咯。嘅神識未完全離曬體啊，所以隨時都會復活嘅。你知唔知道呢段時間？所以在呢段時間，我哋咧就盡量保持保護嘅身體，唔好俾破壞。所以常將心亡啊同身心嘅變化嘅過程咧，做一個簡單嘅交代。希望咧平常啊可以啊細心嘅觀察一下，哦唔會再咧臨死嘅之前咧。慌張啦，嗬！失策，手忙腳亂啦，臨死嘅時候唔知點樣好啊！提早去睇下清楚，了解清楚自己，第日走時都輪到你自己，唔會亂咯。哦，唔會手忙腳亂，唔知啊，揦成唔成曬，唔知做咩好啊？做呢啲又唔係，做嗰啲又唔係哦。如果你學識咗呢個，你可以幫你自己，又可以幫你身邊嘅人。咁呢啲咧就叫做度眾生啦。真真正正叫度眾生，你知唔知道？唔係練下經你聽，就叫道氣咯。徹底可以幫到人解決咗問題，正叫我啊！好，繼續嚟講啊，唔同嘅角度嘅觀察生死啦。所以不同見地啊，以佛心嘅人咧，基本上佢哋睇待死亡嘅條件咧，以目的咧係大唔相同嘅。一位小乘嘅行者，除了都具足咗無畏同埋定力之外咧，佢仲要有無我嘅智慧。正见的智慧，咁啊对一位菩萨的行者嚟讲咧，除了以上的条件之外咧，佢仲要具备咧大悲心。所以一位修阿罗汉或者修圆觉行的人咧，佢哋认为呢个身心咧必然会坏，生死无常。所以因为生死无常的缘故咧，或者系咧不可染着的，不可执着的，应当咧舍弃，应当咧远离，啊！呢啲系阿罗汉修行嘅方式。佢认为身体必定会坏，系生死无常，所以会放低，佢唔会执着呢个身体。咁一位小乘嘅行者嘅观察死亡咧，基本上系为了得到解脱，要将呢个种种嘅错误嘅染欲啊、七情六欲咧等等嘅知识截断。并从中咧得到超脱，咁样呢个系小乘嘅修行嘅方式，最基本嘅。咁大乘嘅菩萨嘅行者修行咧就唔同啦，他以咧悲心嚟睇待生命，从呢个无生死嘅当中咧生出一个生死嘅过程，佢会感到咧众生可悲可悯，本嚟身体健康嘅，突然间就坏咗啦。產生咗好多痛苦，所以於是佢觀察到生命為什麼會咁樣呢？佢會了知道原來係眾生種下咗生死痛苦嘅因，所以菩薩咧因此啊而生起
好深嘅悲心，要将个生死啊睇得更清楚，嚟帮助众生。因为一个人点解会死得咁痛苦？因为佢种下咗呢个生死嘅痛苦嘅因，所以会得到一个生死啊痛苦嘅果咯。所以菩萨佢用嘅智慧悲心，可以睇到众生点解会咁样，然后系点样去帮助众生。将来啊，当死亡走近嘅时候咧，我哋啊，我仔细观察，用定力啊，去仔细观察，将佢当成一个好好嘅对手。假如啊，能够将死亡当成一个真实嘅对手咧，一个存在嘅对手啊，不只啊系一个抽象嘅概念啊，咁样咧仲能够睇见咧死亡嘅真相。因为你同边个对呢？死亡就是你对手啊！你对不对得人气？你对得人气，你就走得自在；你对不人气，你就会痛苦、挣扎。所以人死点解会咁样迹象咧？就会出现。所以我哋啊，死亡咧就是你的对手，佢是你生存的对手。你又点样同佢斗？斗唔斗得人气，就睇你自己咯。用个方法解脱你的生死。啊！呢点好重要。以往啊，死亡咧都系俾人哋咧刻意嘅藏在阴暗嘅角落里边，唔愿意去碰触。咁现在啊，我哋要改变了，不再咧恐惧死亡，要将佢咧当作咧系提升我哋生命嘅境界嘅利器。平时啊，如此咁思维，渐渐嘅就能够冇畏惧啦，你唔会惊死亡啦。如果你唔敢去碰佢哦，你一味逃避佢哦，你只会而嚟惊死嘅啫。啊，所以我哋啊要仔细观察死亡，除了我从死亡中咧得到自己生命嘅成长之外咧，若果能够发起菩提心啊，咁啊如此嘅就系我哋嘅菩萨行。所以啊，死亡观察嘅过程咧，其实咧系我哋嘅心。就是增长的过程，仔细观察死亡，尽心尽力的帮助死者，就是最大最殊胜的功德了。如果我们的心专注在众生，观察众生的烦恼，适时比以救度，就是悲心以定位的同时的展现出来了。明白你的智慧啊，同埋你嘅慈悲心，同时咧展现出嚟，人痛苦嘅时候，适时俾佢救度，我帮助佢。所以世间与出世间嘅系唯一噶，佛法与世间嘅睇法咧系唔同噶咯。出世间系要斩断咧世间一切嘅情执，佢向咧解脱之修行之道啊。而菩萨咧就点样修行？菩萨就翻江隔海啊，做红尘啦。即是讲用出世间的态度来去对待，这些就是菩萨以出世间的态度呢在世间行道了，使其在帮助众生的时候呢，不会因为他人的干扰以及自己的情绪而退步了。所以菩萨就很自主很自在的来观察众生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咁就適時嘅俾以適當嘅關懷，使眾生得以安心，得以成就，這就係咧真實嘅菩提心啦。所以眾生有病苦，有生死，呢個生死嘅搖喚啊，係呼醒我哋咧，喚醒我哋嘅菩提心嚟幫助佢。所以菩薩咧，佢在呢個塵世啊、紅塵裏面啊，點樣嚟修行？所以呢个菩萨嘅修行咧，就比罗汉咧，佢就为咗自己斩断自己嘅，断住咗自己嘅，解决咗算数啦，唔理人哋啦。所以菩萨啊，在个红尘里边啊，点样去帮助人哋，帮助自己，就系、是、去修紧悲心咯，就系、是、提不停咧栽培紧佢嘅菩提心嘅成熟咯。所以菩萨点解快成佛咧，就咁、是、嘅意思啦。死亡咧唔系真正嘅终点，死亡如果系一个过程哦，而唔系一个真正嘅终止。如果将死亡啊
納入在我哋嘅生涯規劃中，作為生命嘅休息、轉換形態嘅中途站。如此啊，死亡就唔會變成我哋嘅生命中嘅候鳥啦，而係咧能夠讓我哋嘅生命向上增善嘅過程。要如此咁樣睇待啊，死亡唔係好容易嘅。記住我，我今日重複咗講，死亡咧係我哋一個中途站嘅轉換啫。唔係一個終止咗，到此結束咗就冇咗啦。明白，唔係咁嘅意思喎，係個中途站嘅轉換啦。你話轉換去邊個地方一個站嘅啫，未結束過，記住咗。如果我哋能夠咁樣睇待死亡咧，而且能夠更深嘅因緣嘅話，就如同啊佛教嘅密法當中所講嘅一樣，我哋嘅心就係無死金剛。能够掌握我们的心，不断的超越自身，并产生正确的知觉，以正确的知见指导我们的身体，又利用了别的意识，就是适当的地水火风空的五大元素来修行。所以我的心是不死的，叫做没死的金刚。其实人生是没死到，真真正正没死到，是见到肉身败坏了，其实他没死到的。很多人就错误的怕，因为为什么怕呢？因为我们对物质太有情妥，所有的物质太有丰富的感情，所以我们会怕。所以说一个人对物质包括心爱的亲友儿女，包括你一个吉屋钱财，太有个感情，所以临终的时候呢，你呢就不得自在了。所以人生怎样痛苦就来自这样。如果你能够看得开，我身上都败坏了，世间所有的东西最恩爱的对我有什么帮助，你就会怎样去看待的死亡，那么死亡就不会威胁你，你就放得低了。你想想，你的身体都败坏了，就算给你过百亿身家又怎样，你想想你用得到吗？你身体都已经败坏了，你的儿女就算对你怎样孝怎样恩爱，你又怎样得到的，对你有什么帮助？你想想，如果你就情执不肯放低，你只有增加你的痛苦。所以怎样看待死亡，你又怎样看呢？我教你其实呢，一切佛法都在建立在此，以我们的意识的分别中能不能够产生正确的运作的观念呢？或者对我们的生命发展的方向呢，是有重大的影响力。所以在佛法来看，我们对生命的运作的本质是错误的，是叫做颠倒梦想的。明白吗？一个不实际的东西你还在那里怕我，就好像什么叫颠倒梦想，就是我们在梦中发紧梦，发紧一个恶梦，你还在那里怕我，这个不是叫颠倒梦想，就是梦中颠倒啊！你知不知道？哎呦，被狗追哦，被贼追哦，被鬼拉我哦，仲惊你知不知啊？所以佛经话佢颠倒梦想，咁走出嚟嘅咯。就是梦中都咁样咯，醒嘅时候何情唔系咁样呢？所以由颠倒梦想嘅生命嘅意识嚟指导我哋嘅自身嘅修行，想要得到生命嘅成就，是永远没有机会的。所以一个人不可以对世间的事太颠倒，你知不知道？就好像我们就梦中发梦那么颠倒法，你知不知道？其实梦中呢，是为什么会产生梦呢？其实是由我们的生活上的习惯和你的意识所组合而产生的一个意识，所以在梦中就会出现这样的迹象。
令到你好紧张、好害怕，明白冇？其实佢唔系真嘅，所以有啲人仲好奇怪。阿师傅话我发咗嗰阵梦啊，梦讲咩乜乜乜嘢啊？我最识系最后想颠倒梦想，你知唔知道？几个热情发梦，而家仲记住喺度颠倒紧，你知唔知道？所以我又明白世俗人讲嘅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就是、世俗话所讲嘅。其实咧系我哋生活上嘅习惯，同你嘅意识啊两种嘅组合，在晚上梦中咧会产生嘅景象俾你睇。其实佢唔系真实嘅嘢，你惊乜嘢？如果在梦中你都要咁惊发咯，就叫做咩？你活在颠倒梦想。所以佛经上为什么叫颠倒梦想呢？你用这样的方式来修行，你想成就今生是永远没有机会的。听得明白我的意思吗？梦中的东西不真实，你还是这么认真，你怎么有成就呢？因为到最后毕竟还是一场梦。我是讲事实的话给你听，你领悟得到恭喜你咯。所以你今晚翻去发梦，发到就系最恐惧嘅梦咧，都系假嘅，叫颠倒梦想。发到好梦我都系一样，我都系颠倒梦想，你唔使开心我。恭喜你！所以佛讲啊，人生咧活在世间就系颠倒梦想嘅世界啦。唔实际嘅，我哋捉到实实。就一个发恶梦咁样啊，唔实际嘅捉个实实啦，真实嘅咧佢就唔用心咯。所以佛叫众生就系颠倒梦想，生活在颠倒梦想当中。总是啊，佢能够让我哋活到100岁、200岁嘅长寿，但系生命啊冇有解脱嘅成就嘅可能，在我睇起身嚟咧，完全系冇意义嘅咯。记住，一个活在颠倒梦想的人，就算俾你活到100岁、200岁哦的长寿哦，但是生命咧冇有解脱的成就的话嚟讲，在我睇起身嚟啊，都冇咩意思。活到咁长寿都冇得办法解脱，又是继续轮回，有咩意思啫？大家想下咯。如果一个人对生命啊发展的行程呢有完全的正确的了解，他将这个生命当死生、当作一种呢他认为实践佛道帮助众生的一个过程。如果身体的器官啊坏了，就好像广钦老和尚讲的一样，我的身体已经坏了啦，旧了啦，就同坏咗旧嘅车一样，让我去换一个好一啲嘅再翻嚟啦。所以你走自在，旧咗坏咗仲留低做咩咧？换嗰部新嘅继续再翻嚟咯。所以你生死自在，你知唔知道？唔好似我哋啊，翻嚟唔舍得咁咯。我走嘅时候唔舍得走咯。所以死亡咧，对于啊广钦老和尚啊，咁样一位大修行嘅解脱者嚟讲咧，永远咧都系正面嘅意义嘅，冇有任何负面性嘅存在。所以为了帮助众生，佢不断嘅转世自在嚟教化帮助我哋，生亦可还，死亦可攰咧。所以现在我哋生存嘅在人间啦，要尽量嘅使自己嘅生命咧延续落去。因为死亡之时我们能够安心，没有什么值得恐惧的。趁我们还有一口气在的时候，借着这个机会好好把握这一生是庄严起来。所以我们带着这个死亡的宝冠，我们好好检讨我们一生，我们到底对得起哪一个，对不起哪个。所以我们从现在到死亡，不管只是有一天，或者一秒，或者10秒，或者一年，我们这一段的时间都是生命最精华的时候。
所以你好好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好好去运用你的生命，咁样你的生命就有价值啦。死亡当你认清佢嘅本质后咧，你会发现咯，佢仅仅咧只系一个过程嘅，就好似讲，好似食饭饭够一样咁样一种过程。所以我哋唔会去害怕，或者唔会惊食饭瞓觉，咁简单一件动作嘅啫。当我透视咗死亡嘅本质之后咧，就会发觉到死亡啊，师父啊，也充满咗一种咧，哦，蓬勃生机啊！明白？死亡而早离，我哋咧就而有生机啊嘅一种希望，就唔系因为惊死嘅逃避嘅咁嘅心态。在心灵嘅深处咧，死亡嘅系生命过程中嘅一部分。我已经将佢认为咧系一种人类啊，乃至整个宇宙生命咧无限嘅一个历程中嘅其中嘅一种嘅转换嘅现象嘅啫。死亡又系一种现象嘅概念啫。记住，恐惧死亡其实你系恐惧一种概念。心中的概念很惊死，在我的看法，既是我们人的生命的其中一个转换的一个现象，将这个景象转换到去另一个景象，死亡。如果你懂这样看法，这样的思维，你根本就不会恐惧死亡的来临，这些就会对死亡了铁了。我今天讲给你听，在人类的自我为中心之后呢，我们就会将死亡这个客观的现象看成一种可怕心灵的恐惧。所以这种心灵的恐惧不只是时时威胁着我们自己，而且让人不以为自己可以结束了别人的生命，可以杀死对方，因而做出了很多残暴不忍的事情。其实如果我们能够了解所谓的生，所谓的死，只是不停的循环一种过程啫。生命在不停的转换当中，它永远咧无有结束。咁样啊，杀死别人的咁样嘅念头咧，就变得无有意义啦。所以咁样的人类咧，系咪会变得更加可爱一啲啫？如果你认为他真的杀得到死气，其实杀不到死气。你是杀死了他的肉体，其实在最远的肉体又再继续来了。人的生命本来这么样，所以我们的看法看到浅薄了，以为我真的杀死了他就消失了。你是见到一个肉体消失啫，其实的意识没消失，又再来过了。最远的另一个现象又再出现过了。当人类以自我为中心，以他人的生命开始做为生，以他人的生命的结束作为死的时候，死亡正有意义。而对于整个大宇宙来说，根本没有生与死这回事。生存与死亡在大宇宙的过程里面，只是一个生命的相继的转换的过程，就如同大海中的浪花。所以一个浪花的升起，绝对是由于前面一个浪花拍击的力量所产生的。这个浪花的消失也造成另一个浪花升起了。所以生是死之死，死与生这两者只是一种相对性的概念。前面的浪花消失了，后面的浪花就出来了。其实浪花的底